歌叫啥来着？歌叫啥来着 ？OST 名，随便说一个 OST 名。回家的诱惑，对啊。诱惑，哎，回家的诱惑。那 OST 叫啥名？是你纯爱品质的一个。对，他说有爱执着的伤。爱的诱惑。就爱追求刺激。其实这也挺名场面的啊。这吓人，这个。哎，不播了呢？怎么？什么意思啊？播完吧这段。对，我也是那一段。是吗？对。是吗？我知道。你知道吗？回家的诱惑不是回家的诱惑吗？请说出 OSD 歌名。歌名？那它不能是同名《回家的诱惑》吗？回答。不是。不是吧？错误。好，快快，我们这里抢！快快，我们这里抢！我知道，他叫无法原谅。哦，对对对，好像就这个名字。回答，正确。哦，哥，你先吃点东西，然后咱们三个人去找师傅。你看，去。这爸还有努力吗？去。这爸还有努力吗？没事的。那我知道，我站一站，刚坐久了，刚两轮坐久了。哎，敢问路在何方上？啊。对，可以。当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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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个戏叫什么？西游记吗？不是，我是说那敢问路在何方叫什么？我知道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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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知道，我知道。哎，你看你在跟我聊天，我就没有说我知道。请文文姐回答。敢问路在何方？敢问路在何方？路在脚下。回答，正确。大师兄说的对呀。这是什么？啊，这个也好熟啊！不要管了啦，走啦，走啦！啊，那我知道，哎呀，我明白。啊，那我知道，哎呀，我明白。那我知道，哎呀，我明白。啊啊啊！哦，我知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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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想见你，想见你，想见你嘛！想见你。来，你先坐下。啊，你说我知道，你站起来说我知道。我说了，我知道。那你等他播完你说。我知道，你说。我知道，你说。想见你，想见你，想见你，怎么感觉演了一段似的？想见你，想见你，想见你，是吗？是的，是的，是的。回答，正确。你看，像你们作为演员的都没时间看戏，你怎么会有那么多时间呢？我啊，我不是看戏，我就听歌，我也没什么时间看戏。一般人听歌也记不住歌词啊。你知道，大部分的演员其实他自己拍的戏他都不太敢看。啊，是吗？你会不会看自己演的戏啊？我会啊。你看你自己演的戏，是因为你觉得你自己演的这部戏很用心很好，还是说其实你发现你自己演的有些问题的时候，你会要再多看反？不是，因为他你怎么看他都会有问题。但是你比如说看惨不忍睹，你就可能关了，就是这一问题太大了，就别看了。有吗？惨不忍睹？那肯定也有过，就是觉得可能特别不满意的也有过。但是比如说特别满意的，就可能会多看一些。啊，因为我在听说孟宴臣，我说好帅，大家说，我说好帅，我得看看啊。哇，真的是蛮帅的。所以那你觉得他帅还是你帅？那当然是我唱歌帅一点。是不是演戏他帅？我才刚开始呢。这啥？哎呀！这啥戏？不知道。这飞得这么好看？又是神话！美丽的神话！哦，神话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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这。他叫什么神话？是美好的美丽的神话，美丽的神话，美丽的神话，对对对。呀！太平哥，我站起来。不知道，听说。不知道。请戴军哥回答。来。这个电影叫《神话》。对。他这首歌的名字叫。美丽的神话。是吧？美丽的神话。确定？确定？确定？你本来想说什么？美丽，我本来就想说神话的。那就说神话呀，你要按照你自己的心走啊。美丽的神话是美丽的神话，对不对？美丽的神话，美丽的神话，美丽的神话。回答正确。好啊，你很行啊。
你有种把我忘得一干二净吗？我可以啊。完了，这个忙去了。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，恶作剧之吻呢？嗨，好帅，这原唱。遇到吗？遇到。什么歌？什么歌？那歌叫什么？这个戏叫《恶作剧之吻》，那个歌叫《恶作剧》。哎呦，哎呦，吓一跳！你没演过啊？我没演过。我不相信。我真没演过。那你脸红什么？真的，我以为他俩吵起来了。遇到。歌名。遇到。回答正确。在我六岁那年，我就失去了光明。我是多么渴望能够突破这台电视，能够感受一下这个精彩的世界。范世琦，什么歌？哥，我是从小到大我都得会呀，我发现。这个是当下的呀，当下的。快！这个你拿着。影响涛姐发挥。就是那个小斐唱的，三个字的。怎么佩妮姐那么？来，佩妮姐，快！我知道，世上最美好的祈祷，大老师。回答正确。大爷，楼上三二。这个我知道。马冬梅啊。马冬梅。对，我知道。什么冬梅啊？里面什么歌？里面什么歌？马冬梅啊。我知道。哦，我知道。我知道，我也知道。有一姐妹。一姐妹，对。好搞笑。我知道。差不多呀，请涛姐回答。哦。一次就好。我带你去看，你去看天荒地老，是吧？一次就好，一次就好，对，一次就好。哎，我记得是另外一首，哎，雪花飘飘。回答，正确。一次就好。